像拎着跑，未来谁先到 baby。 钞票里面的生活比现实中好看，想要还原的世界颠倒且缓慢，随心的从来只是饥饿和安全感，而没涉及到没有极限。今天的主题不是会说句我心平静，我所有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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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最高，狂欢的假期直到别吝啬把体力静静的遭遇 par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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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ty， 自由属于你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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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录下今天我们谁都别吝啬的首秀，闪光灯不要停，不要吝啬你的闪光灯，接着闪起来，再来尖叫声。